黑叔不失败料理小教室，今天要挑战的是鱿鱼游戏的碰糖。近期因神剧《鱿鱼游戏》的热播，剧中出现的碰糖焦糖饼成为网络疯传的网红零食。黑叔今天带你一起来挑战一下如何制作碰糖。准备材料：二砂糖、小苏打粉、食用油、平底杯、铁勺、竹筷子、料理纸，压出图形的金属饼干模具，可至大卖场或烘焙行购买。黑叔今天临时起意挑战，就先用宝特瓶盖来试压。先将用来压平碰糖的平底杯上抹一滴油，这样碰糖比较好脱落。在铁勺上倒入适量的砂糖，砂糖若倒太满，搅拌时会洒出。再将铁勺放在火上，不用太近，再用竹筷不停慢搅拌砂糖，一直搅搅搅，砂糖会慢慢融化。等到砂糖完全化开成液状，就可用竹筷头沾一点小苏打粉，继续进来搅拌。此时会发现砂糖会变白。砂糖完全白化之后，再沾一次小苏打粉进来搅，一直搅搅搅。发现砂糖有蓬蓬的感觉时，就可准备倒入料理纸上。然后迅速拿出刚抹好油的平底杯压平，大约20秒后慢慢把杯子拿起来，趁碰糖还没完全硬化，赶紧将图案印上去。挑战成功！鱿鱼游戏碰糖，你今天学会了吗？碰糖很脆弱，请小心。